要听听这节目啦，吼、哦、啊有遮侪目的个啦。但是我一定想要了解，大家对电下电台，啊你买个药啊有可靠无？啊大家有去想这点无？咱个正常个即种咱个迄个病院听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就一挂堆问题啊，何况是迄地下电台，对无？安尼大家有一种概念无？你个药啊是胃道来，你手摕个药啊是，敢有人介绍你？啊！是你正经听迄个电台，啊是讲电视台，人咧广告啥物药啊？啊，你去甲买？啊，伊吼天花乱坠啦，即搞讲话啦，讲甲迄个死人嘛变歪着。啊，是毋是有当时啊？迄伊讲个话吼，拢互你遮硬硬个吼啊，淡薄仔甲你啥物，甲你引诱讲啊，即只好个，敢若是迄个救命单安尼。啊，摕大家就一直摕呢，哇、哦，5000、6000。啊，阁有人买到万外块的迄个地下电台药啊！啊，请问你为虾米买伊的药啊？正经伊的效果遐大吗？伊效果正经遐大着，安尼伊就使来做医生啊，是毋是？所以吼、哦，我讲这个地方吼、哦，主要是要甲咱台湾人讲，其实咱大家拢知影，有病就是伊看病，毋是讲我来去人介绍的吼、哦，虾米迄个。祖传秘方啦，是讲哦，外国的美国啊，什么日本啊，什么外有效的药啊，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迄加食是加也加，为什么？啊，人都爱为咱的迄个肝啊、甲心啊，啊来代谢啊，啊是毋是加咱的肝甲心来排害？所以我要大家一个概念，因台湾民政府要执政啊，大家身体爱照顾也好，啊，较早迄种观念吼，即摆买地下电台啦，去人介绍的啦，迄拢是要吼。迄有目的个，要让咱台湾人个迄个身体变歹去。你知影咱台湾人洗身，全世界第一名呢，有恐怖无？啊，咱台湾人哪会无迄种觉醒？敢台湾人发戆着？敢发戆？我就爱去思考一下。所以我讲这课吼，除了我要讲迄个药物方面个照护安全啊，啊，讲迄管理方法啦、啊。啊，嘛要甲大家讲一讲概念，身体保养、预防患病，吼、哦！我先来讲，这个上帝，互恁、互我啦，嘛互大家啦，有互恁批无？吼、哦！有一个少年人啦，走来甲迄个上帝报道啦，啊，伊讲30多岁啊，你莫讲甲上帝报道拢是老人哦，有当时啊，少年人颠倒袂晓保养身体，颠倒咧糟蹋身体。少年人就讲：“哎，上帝，为什么你遐紧就要来召见我呢啦？”啊，讲，但是我有给你批哦，讲什么批？啊，你会记得迄阵几年前吼？啊，你脚腿咧疼，吼啊，神经咧疼，迄阵我给你第一张批哦。哎，敢那有呢？第二批，第二张我是讲啊，你魂都在外口，啊，咱给人送来病院呢。啊，你第三张批呢？哎，第二张批，啊，第三张批嘞？哎、欸，你去开刀啊，来甲报道啊，你敢袂认得我？所以大家我要甲大家讲啦，或多或少啦，你们都收到一些哦，上帝给你的批啦，食疼也疼啦。尤其是讲年纪较有诶人吼，啊，拢加减吼，迄、那个咱个加减器官拢会较退化。啊，咱要让咱个器官吼较慢退化，因为一定会退化，就是运动啊，袂使熬夜，啊，甲迄个饮食拢爱照顾，啊，甲药啊，医生甲你讲个药啊，你要照时阵食。啊，台湾人呢，真奇怪。啊，甲医生讲啦，医生，我那个开一种药啊，尔。你看迄个人，你开5、6种给伊呢。啊，大家唔感觉真好笑。药啊是咧治疗咱个身体。啊，咱给你几工个药啊，你着几工个吃完。但是真奇怪，你搁爱食讲根本就无需要食个药啊，你甲叫医生甲你开。啊，你唔是颠倒拜？你迄、那个你个观念、你个知识、你个迄、那个医疗方面个知识哪会无？啊，有嘛，吼，应该是有对无？啊，就讲我要加强，让大家知啦。因为咱肝的药啊，医生是甲你看透透，甲你足详细。啊，几项药你着照几项药啊食。啊，嘛有人讲提长期无要食，啊，淡去掉，啊，造成污染。吼，所以咱台湾有一种概念吼，遮好的品质，遮好的想法，伫咱日本时代甲咱教育迄阵吼，啊，到即卖即个流氓政府甲咱统治咱台湾要70年啊，迄种观念吼。好的观念拢渐渐已经视为啊，已经要无下去啊。吼，啊，大家有想讲要甲咱台湾人振作起来无？
啊，就是咱人台湾民政府食，就是要甲咱台湾即完全的环境，搁甲提升起来。所以上帝给你的三张批不止，对不？上帝嘛，我批哦。哦，最近我去做健康检查，伊讲我白血球过低啦，迄摆我抵抗力无够，我营养无够。啊，甲讲我脊椎啦，讲有关节性退化啦，啊，可能骨刺啊咧。听做拢会艰苦，但是我咧艰苦，我甲你甲大家讲吼，你免艰苦，你紧的有方法去找较好诶，互家己健康搁甲找转来。啊，你拢不爱插鼻啊，继续安尼骨刺，下摆都变骨刺变下摆变啦，行动不方便咧。哦，迄只严重诶咧。所以大家要想看卖，上帝互你几张批，你也了解。啊！你来台湾民政府嘛是上帝给你的批哦，咱有历史的伊的使命哦。吼、哦，咱知影讲来食要得到啥？吼、哦，安尼啦，大家吼、哦、就是讲有基本，因为吼、哦，阮做工商的吼，不一定爱比恁较强、较敖。啊，你嘛不一定比阮国家无好。有啥物问题，还是讲我有啥物需要改进，你拢会使提出来。因为我感觉是讲，咱是进步的团体啊，唔是讲哦，我惊去甲老师讲请教。人迄欧美啊、日本啊、甲以色列吼、哦，因的教育拢是讲。囡仔有问题，看到老师吼，就讲 I have a question， 我有啥物疑问，我要是问，哦，大家安尼规个拢举手，老师要唔知要点多几个来发言啦。所以咱有啥物想法，咱个提供出来，吼、哦，爱免惊咧啦。啊，我主要要来讲吼，咱知影，咱先来讲药师方面咧，再来讲第二单元吼、哦，要讲迄个法律吼、哦，我嘛是爱讲个大家听，加强大家迄个印象个深刻，吼、哦。虽然讲这是江苏在讲的啦，但是我加强大家，啊，甲大家讲，迄台湾人安那，新台湾人安那读较好。啊，咱知影，咱是必须，诶，种必须必讲，吼，这是咱个台湾的一个国际法律地位。啊，我呢，我一个做药师的，虽然我唔是医生，我做药师，我嘛我有一个迄个理论，但是这个理论是正确的。咱个就是 A X 加 Y 等于 Z 嘛，咱就是爱。预防，咱身体可能会患病，是毋是？咱爱运动，食的物件，吼啊，提悬咱的免疫力，啊，咱身体啊，迄个坚强起来，啊，用起来吼，咱免惊讲百病会找人。啊，有阵讲吼，啊，嘛是不得已在患病，啊，咪安怎？啊，只好来看医生。啊，医生甲你讲安怎，你就照步数来安尼食，吼，啊，恢复咱的健康。啊，那嘛是有一寡吼，受严重的需要复健的，吼。这拢爱有一个健康较好的单位来收留因，让因变成健康起来吼。咱来看下一张，来讲预防、治疗甲健康的较好。即来讲，伫个医疗即寡的产业吼，对药师较好拢有关系。吼啊，因的产业吼收入，你来看嘛。为咱个收入即个迄个曲线来看，即、这个是大饼，就是咧治疗方面的预防的，哎，无遐侪着。那表示大家拢咧注重这方面的嘛，但是我希望咱台湾民政府吼阿伯啦，咱的迄个直属单位应该叫做后生省。我希望伫咧医疗方面这方面预防的会使加强，吼啊，因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这个治疗？啊，因为你无爱保养嘛，无爱预防嘛，啊，拢走去病院看病，我看医生上紧啊，对不对？食药上紧是咪？啊，首先的这个预防保养，吼，也是运动，敢有人咧做文？啊，再来，你正经你无照顾也好，啊，你是不是需要一个迄个给你收留的所在吼？咱讲庇护所，吼，好，你自家是讲吼，有患病迄个老人，吼，啊，是一个团体内面有医生，一个好你自家甲遮个人收留起来，啊，统一跟做照护啦，吼，尤其是老人方面的吼，老人照护，啊，搁迄、那个。咱早囡仔生囝吼，嘛是爱做下来嘛。啊，嘛人想讲啊，即、這个坐月子中心袂歹吼。啊，再来讲长期照护，咱长期照护就是咱老人足多的嘛。啊，有的是孤苦无依的吼，啊嘛需要咱来个照护，啊，干嘛特殊的机构甲收留，啊，要安那来帮衬伊。吼，即阿伯咱个老年的迄个长期照护啊，甲保险，迄拢阿伯拢爱定计划，啊，咱希望去学习吼。比如讲，甲迄个有进步的国家，日本，哦，咱隔壁日本，或是德国，哦，一些的，也是讲欧美，哦，人迄较好的制度，咱来学习吼。所以我希望阿伯会重视这种预防，啊，对吼，辛苦无钱的啦，吼，啊，无通好继续安尼来医疗，才即群的人甲收留起来，吼。
安就是老有所终啦。我是感觉是老人，即摆咱老人问题真多，我希望这方面嘛使加强。我甲都有讲嘛，遮遮的善根拢甲药师的教好拢有关系，所以这药的方面是个真重要的吼。啊，我希望大家做知识的，吼。啊，我为电影来看这个医疗的世界吼。当然啦，阮做药师的嘛，阮药师的操守哦。哦，这个故事一个讲吼，一个少年人啦吼，啊伊吼叫因丈人帮嫌，啊讲因某嘛嘛看伊袂起，结果伊因为伊有一个送药啊，迄个助手吼，迄工无来，伊就去送药啊。咱拢是迄、那个社区的药局，啊有当时啊甲药社区的一寡病人吼，爱从药啊，因咧后壁是讲吼，你给我药单，我甲你贴好，啊就助手去甲你送，啊伊就去。伊迄拄仔迄工，伊助手无伫，伊去送，啊去撞落一个外口吼，一个查某要甲引诱啦，吼，啊拄仔互伊心内迄个空虚哦，煞憋出来，啊伊就开始哦，即个查某就受空受塞嘛，无看伊个本人即个吼，生作袂歹，心脏受塞哦，讲啊无你去做禁药，啊咱要咱来要来操控即个人啦，啊你有输有即种医疗的资源之下，啊搁外口。甲人诱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是要安那有定着，吼、哦，要安来控制家己，卖受迄个引诱，吼、哦。咱台湾民众啊，办嘛要接近款哦，嘛有遮侪因素要甲咱引诱哦，吼、哦。秘书长有讲吼、哦，你袂使后壁签迄个人，甲你讲要签啥，讲要甲你讲哦，你这钱遮好摕，安尼就犯了贪污。所以遮侪引诱的风险吼，大家要安那去甲克服。阮讲有时嘛是冇贞操啦，每一行业拢有贞操，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啦。哦，啊咯，爱有诱惑，当然人咪怀疑呀，啊，都警察来甲伊查嘛，啊，这查某都佫想要介意变安那，偏变这个警察来查，啊，这个药师是较好运，因为伊这助手吼，拄仔伊嘛咧食毒，啊，伊死掉啊，死在嘛因迄个药局的迄个调剂台边仔的裤脚，啊，都甲做互伊变一担，伊嘛咧食毒，咱够较幸运着，较幸运讲你做歹代志。遐有人替死鬼帮你替死，还这个故事是要甲你讲一个故事。咱做唔对代志，迄、那个浪子做唔对代志，要紧回头。好、哦，这个故事是要安尼勉励大家，但是唔是讲哦，大家要心存侥幸，讲哦，我做歹代志有人甲我顶罪。我甲你讲哦，贪污就是唯一死刑，无咧顶罪咯，无遐好运的啦。我今日要来讲吼，伊吼就是个性因。丈人爸是伊，毋是讲计生，应该讲甲迄个丈人爸欲求买起来。但是伊无从伊家己自我理想之下，伊要经营这个欲求，把用伊家己想要爱的命，伊就长期在因丈人爸啊，迄个欲求迄运作啊，所以吼，伊闷闷不乐啦。讲我有理想，我想要好好经营，继续我互你把柄操纵我，在你操纵我，才无欢喜的啦。就譬如讲吼，咱在迄个流氓政府之下。这个流氓政府之下，咱台湾人叫压迫，叫洗脑，叫人家戆戆戆安尼。啊，咱有家己想要家己未来是毋是？啊，你叫压迫，你想要反，一定爱反抗对无？啊，反过来逼去呀。这故事会使安尼比喻啦。后来，伊甲因丈人爸，伊就讲啊，嫁人我某，看我袂起，我丈人妈看我无点，伊拢甲因撤离离，要甲因某离婚，伊家己甲这个药局。重新来站起来，用伊家己的名叫做凡尼药局嘛。主要讲吼，你面对你的人，你周遭的人吼，拢甲你看无好，还是讲甲你打击。你颠倒因为这个力量，你阁爱阁愈下拼，唔是讲互伊打击，你就去避起来啦。吼，安尼避起来，安尼唔是拄好着了对方的计对无？所以咱头脑爱才清楚的。伊讲，咱领先的关键，就是咱开始去做。啊，要安怎做？教保所来，咱也要接近款，要接不要教保所来？啊，你咱初级班的，啊，就是甲迄个新台湾人好好啊读，啊，若好好他读，高级班，啊，过来过五关。啊，你提出你的理想，你想要爱多一个课，唔是讲你伫当这个课哦，你单讲，我要安怎一个时间当中，我家己的专业，去甲创也好，吼，等等我阁会慢慢啊讲哦。啊，我要为电影看世界吼，看这個医疗界哦。啊，这大家知影这部戏，应该是大家拢迄一点啊，年纪甲迄个是，你知影倒一？我有人会当讲诶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这人啥？不是。
乐蒂啦，伊就急要去杭州读册对无？啊，骗因老爸老母讲，伊会使诶，种诶，迄个女扮男装啦，安尼甲袂互叫发癫吼，啊，若要去读书吼，甲袂叫安怎对无吼？啊，对啦，伊是想啊够够，想讲讲即十项啊，会使伫医疗伊诶身边嘛，伊扮做人中对无？讲遮严重，讲你若叫恁查某囝去读吼，啊，伊就恢复健康嘛。啊，人知影啦，迄个中国人吼，伊来做戏剧吼，伊拢较夸张啦吼，你看遮十项。敢得个着？你、就是、东海龙王就要去倒退，吼、哦！我来甲伊讲，伊有十项，咱嘛有十项，我嘛有十项，十项药啊，互大家了解讲，药啊安那吃，适应症，伊有十项，我嘛十项，我只我很脚踏实地甲大家讲，我讲这十项就是我今麦要讲的吼。哦，啊，搁我来讲，咱得了病爱心药医，啊，咱的热小米针就是咱的心药爱解破，吼、哦，这嘛是我要讲的道理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人为病人为迄个诊间啊，叫医生看，看了后最后来，阮药局药师爱调节对无？啊，调节是毋是爱甲大家讲，要哪甲你讲，这是要哪食？啊，甲你药师甲你照顾，啊，甲你药你嘛使去迄个药物咨询哦。啊，阮啊发药的人嘛是基本爱甲你用药指导啦，吼！啊，这一连串的，啊，你离开病院了后，啊，你对你用啊，你有疑问无？啊，有可能，阮有时会有可能嘛，有，阮毋是神呐，阮嘛有可能做毋对，对无？吼，啊，人讲你做毋对嘛，我爱有机会啊，但是阮袂使讲你给阮机会，阮拢无要进步。但是我要大家了解讲，你转去了后，你对你摕药啊，你是毋是你白做白人的人嘛，爱有责任？吼，这就是要确定你药啊，是毋是适合迄你医生所开的迄个适应症，你嘛爱小看一下，吼，你看这是毋是重要的？即个正常的迄个医疗的即个制度，你都爱安尼盯紧。安尼讲地下电台，迄个免讲，迄根本就来路不明。爱讲天花乱坠，你都学袂食。咱即马就爱头脑才清楚。迄震动的药，病院所开药，你都爱才盯紧啊。何况你地下电台，你哪会通好去相信伊？啊，摕来食，伊若讲壮阳，你就食到安尼，哦，遮厉害。啊，你讲美容的减肥的，你嘛讲哦，安尼才有效的。啊，结果咧，那白心白肝。嗯，冤大头，开迄钱，等到搁爱便宜，搁开转来呢，搁开愈大条，对不？所以健康的这种知识，要大家知影。好、哦，譬如你摕，是咪阿司匹林？我食是咪斯米尼古朗？还是讲，我阿司匹林哦，有两种剂量啦。一管剂量就是止疼的，啊，加剂量是讲抗凝血。哦，你血路未通的吼，给你通血路。你摕到药嘛，小看见呢。好、哦，我唔是神啦，啊，但是加减咪不小心做错，啊，你个了解一下，好、哦、杜绝迄个有可能就造成迄医疗疏忽啦。我嘛即无希望安尼，但是咱袂使讲拢无去注意着，吼、哦，我有时嘛即爱注意，即认真诶啦。啊，惊讲吼，可能啊十万当中都有一个，安尼都即小型诶，所以啊即注意的，拜托大家，啊，摕着药啊，当小看一下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药啊名是讲伊个新婚吼。哦伊迄迄药啊有标志，你着看伊迄标志内面安那看安尼对无？吼、哦、啊预防方面，这有适合你家己。我明明就是讲无这个病，为什么摕这个药啊？话你嘛要转去阁看一下。吼、哦、啊药师啊，因这拢资料拢爱清楚，吼拢总十项，大家拢爱去看。啊，若阁无了解的吼、哦，你着去问药师。吼、哦、啊，你去外口买。去健保药局，还是外口的药局买，你嘛是爱去看伊的迄个厂商哦、地址哦，啊个迄个许可证的字号，啊个制造日期，这拢爱看哦。唔是讲我买，我就摕来吃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一个大讲吼，咱药啊嘛是医生该正确的给你诊断，啊有适应症无？哎，奇怪呢，我都无这个适应症，我无落糖尿病呢，医生来甲我开糖尿病的药啊咧，啊你嘛是爱注意，我有事嘛帮你看。虽然我有时候叫疼，但是我嘛会看迄个适应症，就是讲你的诊断啦，有诊断码嘛。啊，你长期你嘛会了解，有当时啊医生吼，试电脑都试一个，介即参照的啊都试唔对。啊，我有时嘛来甲你把关，但是恁病人为着恁家己的健康，啊，甲咱啊吸收遮侪医疗知识，咱嘛爱去看咱个药袋啊，药啊对无吼？吼、哦，包括即个剂量啊、剂型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甲迄、那个，你可能一天爱食三盖，为虾米即马一天爱食到四盖？你是毋爱阁小考虑者，小想者？啊，阁，我本来就是迄个用途，我本来是用，迄较早是用迄个
用卡的，啊，为什么今仔要用租，还是讲要用借的？啊，你是不是要了解一下？吼，有讲人迄目睭有光吼，应该是讲外伤的有光吼，啊，跩人要点目睭，啊，摕到迄外伤的就有光，佮点一个目睭要青眉。哦，安尼一大条的呢吼，所以回去啊小看一下，有得要进行爱看一下，看伊迄个用途吼。是点目睭药，还是讲用擦的，还是用吸的，吼，还是用喷的，吼，还是用啉的，还是用吞的，还是安怎吼？拢爱看清楚吼，剂型，啊，甲你食的要用的这个所在是倒一个所在，吼。啊，当然啦，恁药啊嘛袂使藏久吼，基本上你也去药局摕药啊，我希望吼六个月之内，上好三个月之内甲食完。你若要去买成药来讲啦，啊，当伊病院甲你开几工，你就去几工就食完咯。啊，有人讲啊，我小囤一下。我甲你讲啊，你若要正经要藏吼，卖上少卖超过六个月啦，吼。啊，若讲啊，若有人无六个月就歹去啊，我你讲哦，因为你空气当中遮侪物质嘛，杂质也是空气会氧化嘛，啊，变迄色彩变色变黄去，啊，昏化去，吼。啊，你讲有敢若生菇。吼，啊，淡去，迄拢袂使阁食。吼，我就是甲你大家讲，虽然讲伊咧有效期间，吼，才甲你讲啊，这可能阁有六个月，但是伊这根本就昏化去啊，歹去啊，你敢袂使阁继续摕来食？袂当哦，你家己嘛是要责任去看这药啊，吼，看有生菇无，吼，有淡去无，这拢甲你讲过嘛，啊，有酸去无，吼，吼，啊，阁你也正经无了解，你会使去问药师吼。主要是迄个制造日期要看清楚，啊，若过期的当然就一定批上吼。啊，个废弃物啦，较早是阮的废弃物是统一吼，即摆是新的规定，统较早是讲囥啊，伫药局帮你收，帮你处理。但是因为吼，台湾人太侪人食药啊，拢等了病院，变成阮病院嘛爱去甲你收这个物件，不如甲恁教育讲吼，恁安那做分类，吼，会使等啊粪扫桶，等啊粪扫桶。啊！哎，迄个议题吼，要安怎导？啊！安尼拢甲恁教，然后恁转去家己处理。即马即已经有改变啦，恁家己转去处理，啊来迄个做一种废弃物伊分类吼，啊要安怎碳稀少？啊，但是啊，你也是讲有针头，也是讲化疗的吼，迄个特殊的用药啊吼，也是因修炼迄个胰岛素的，你啊迄个针头拢会使，阮朋友帮你处理，吼。啊，甲拄啊讲的口服啊是啥物吼，恁家己。甲恁教了，吼，恁家己去分类，啊去处理，吼。啊，外国是搁较厉害啦，甲迄无过期的，啊，搁较好的药啊，吼，搁甲分类，食药啊，搁去奉献到第三世界，甲农业迄个国家，吼，因搁来使用啦。台湾是搁无做遐油啦。吼，啊，即个是要讲吼，一个药的副作用，药啊拢是有副作用的。但是即个电影才趣味的是讲，即个人，吼，即个医生用即个药的副作用来。害人，你知用药的副作用来害人，啊，结果甲偌讲这是药的副作用，结果这个查某囡仔是无食这个药啊，啊，变成这个电影，互人有一个醒思啦吼，啊，哪醒思？咱摕药啊，拢禁忌啊，有心脏病袂当食，有肝病袂当食，有要，你咧讲特殊咧做啥物？诶，操作迄个机械，还是讲你是有心的？吼，啊是你咧开车，你拢爱注意禁忌是啥？吼，即药的禁忌，开车袂使食迄个爱困药啊嘛，啊，佮有挂迄个过敏的，哦，会嗜睡即牙过敏的药啊，吼，啊，即以疾病来分啦，吼，啊，心脏病、肝病啊是啥？你爱注意讲即有禁忌，就甲我讲过啊。啊，即马佮来看讲，你有心人，伊药啊吼，是毋是每一项拢会当食？哦，毋是哦。A、B 级吼是在安全呐，保障安全之内吼。啊，你唔知 A、B 级，有事帮你查。啊，你买使问医生吼。啊，这 C 级是啥 ？C 级就是讲吼，动物实验呐，吼，在动物实验的实验前三个月吼，能够在人体就不一定了，是安全哈。前三个月安全是人体就有一点争议性了。哦，这个实验当对人体是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哦，所以这个还要再观察。那 D 呢 ？D 就是讲，这已经有造成一挂伤害，哦，
那 X 剂就是讲这个感情的药啊，吼，特殊的迄个药啊，有毒性的药啊，吼，迄拢袂使。啊，个迄个抗忧郁症有的药啊，会导致迄个畸胎，就是囡仔迄个生变形去啦，因为生出来胚胎都不正常，可能诶眼睛怎么样啦，手脚怎么样啊，是讲心脏的问题吼。即、這个 X 剂就严，就是非常严格的不行啦，吼，就癌症的药啊，啊，个一寡迄个。抗精神用药的药也要注意哈、哦、，A、B、C、D 几这对老年人较重要，再来注意一下。哦，啊你啊药啊，我食这最少要安怎？啊，到底我要安？我食 A 药、B 药、C 药，我食一挂痛要安怎？啊，你正经唔知，你会使问药师。但是我今麦要大家有基本上的迄个知识吼。好、哦，啊你若讲啊我 A、B、C， 啊到底 A、B、C 这个分的这个等级是多位？来，我为下卡这张给大家看。这个药啊叫 metoclopramide， 伊就是一个迄个促进胃肠蠕动，它也可以止吐。啊，你来看这個，哎、欸，伊嘛有 A、B、C、X 几药吼，啊是讲甲迄个伊是安尼分类，咱外国是分安尼分类，啊嘛有人是分做这两三四五，啊是分 A、B、C、D、X， 伊嘛是 A、B、C、D、X。啊，那大家嘛知影 A 甲 B 是较无遐严重，迄交互作用影响无遐严重。这阿塞他米粉就是你电视上在讲普拿疼无的兴奋，我讲唔是咧广告哦，我想大家知影，迄止疼，迄个兴奋就是阿塞他米粉，啊，应该到做伙影响较低一点嘛，吼，啊，伊这安那影响，伊那种分解过来严重度吼，这是较专业，我讲一个概念嘛，大家听。啊，即个讲精神用药吼，即个讲精神用药，啊 ，X 级，诶，绝对对身体有迄影响，更加毒性更加大。哦，啊，这个让你了解一下，药啊到药啊之间吼有交互作用，哎，有事帮你查，哦，就这多啊，这最痛的要安怎呢？就帮你查，问一安那查，问一个迄、那个，这个是西药甲中药迄个查询系统，啊，这是用外国上大迄资料库吼 ，Micromedics 2.0， 药啊到药啊之间吼，哎，你要交互作用，安尼甲吃落去，啊，你拍啊吃落去，粘落去，啊，就一挂英文呐，啊你。找药师帮你解释安尼，啊，这是咱台湾的，吼、哦，咱台湾的资料库嘛是多啦，但是这只周转较多吼、哦。啊，药啊甲食品嘛有交互作用。我来讲一个例啦吼、哦，大家迄个中秋节是毋是拢咧食柚啊？啊，请问柚啊，柚子嘛，敢会使甲高血压的药啊做伙食？为什么你知无？迄、那个葡萄柚，咱知影葡萄柚甲迄个高血压的药啊。哇，最高血压药啊，这么多！哦，我搁去查资料，甲大家讲安怎？啊，迄个柚子吼，伊内边的兴奋哦，伊赶快拢是芸香科的吼。啊，因的内边的兴奋吼，是迄个类黄酮，flavonoid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我讲代谢的甘酶。啊，但这个迄、那个葡萄柚内边有这个类黄酮，这个兴奋，吼，啊，甲食药啊，斗阵做伙。吼、哦，啊，甘酶在即个就是抑制伊的代谢，咱弄甘酶，你知影无？在咱肝内边有迄个酵素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即个伊会甲你直接作用。啊，即、這个主要是即个 cyclone P450 即个酶3A4， 吼、哦，甲恁即两个做伙时阵哦，甲恁即个抑制代谢，抑制代谢就讲伊即药的毒停留到你的身躯内边的，永远就伫遐。不是讲永远啦，是讲停留一下这久诶，要代谢这慢诶，啊表示讲伊诶毒性伫身躯诶，迄造成你更加低迄个低血压，因为这降压剂嘛，啊又是讲诶、欸、有一寡心血管啊，搁荷尔蒙药嘛，啊我主要就是讲即个降血压诶，啊你伊诶迄浓度咯，伫遐身躯收抑制代谢嘛，对不？啊就收浓度收悬，就造成迄个毒性嘛，吼，即好概念哦，大家知影，上好是用。滚水配滚水吼，什么果汁啊，什么牛奶啊，咖啡啊，大家拢爱食咖啡。我讲好，我即摆食咖啡，药啊落滚落去，袂当。啊，佫有人讲我只爱啉迄个烧酒，我会使佮迄个我药啊斗阵做伙食袂？袂使。哦，你正经要食吼，你请慢一下，你小动一下，动差不多至少要动一小时。你想要啉酒，还是讲你要食咖啡再来讲吼？啊，当然啦，啉酒是拢袂过头啦。吼、哦，您就较注意哦。有人讲酒后的乱性，人酒后较克制一下吼、哦。啊，这有小大家参考嘛，主要是这个阿司匹林甲银杏嘛，是抗凝血嘛吼、
当然知道银杏嘛，就有抗凝血作用，吼。最后来讲给大家听，啊，嘛有过敏，大家买过敏，啊，过敏的你也家己的药啊，过敏的药啊记起来，啊，了后你也讲，搁等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去看医生，你就甲医生讲，我这药啊，我有过敏，你卖开这药啊，吼，伊甲取代吼，甲伊迄个同样药理作用的迄个药啊，好哩。啊，若讲造成的药物不良反应，再爱通报，吼，啊，但是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迄个，咱可能有人食了这药啊，怎？规身起疹毛，还是讲啊，可能造成我器官的伤害，啊，这要害救济。你打这个就是要害救济，吼、哦，这个手伤有责任，伊爱赔偿。但是吼，赔偿则严格啦，唔是讲哦，每一个人讲我安尼起疹毛，伊也要来申请，无因啊，因嘛判断的一种基本的条件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过来看，这个是讲你因这两个感情较好诶，这查某囡仔有帕金森氏症。除了这个电影的意思是讲吼，这个因的感情会使经得起考验未？啊，过来这个查甫就是 sales 在卖药啊，吼。啊，这个卖药啊吼，敢去拜访因迄诊所的医生啦，啊，不正当的底下的一种授受啦吼。哦，啊，伊在卖威尔刚嘛，啊，都私底下给因较侪阿伯安尼。哦，因医生去食一个较有诶啦。其实吼、哦，咱伫正常诶吼，即、這个普罗帕吼，即、這个 sales 是袂使走去诊间找医生诶。但是咱你看咱台湾，一个拢踮么诊间排队排好好的。你看完吼、哦、A 药厂、B 药厂、C 药厂的普罗帕，安尼会影响医生的判断啦。即都当我过来讲吼、哦，啊，变成讲吼、哦，你即吼、哦，可能就是一寡团体啦，为了要底下毛利吼，即个迄利润吼，啊，拢是共同造成迄个药品差价，啊，造成了即个药价的黑洞啊。所以其实吼，这药价黑洞是可以有效的一个好的政策吼，可以把药价黑洞的问题解决。但是为虾米拢无解决？我问大家为虾米啊？这简单的为虾米不爱解决？我无感觉困难哦。这就是讲底层它的。顶层的那些政治人物，伊在想看想西无，伊讲我安尼给你创好好，安尼我就无无物件通抽啊，我就无利润，我就无利益啊，啊我斩断别人的路啊，啊咱跟你讲啦，啊这种作为吼，在台湾民政府绝对，你啊贪污绝对给你办的啦，所以你看咱一金吼，为头甲下骹这个一连贯下来，拢是摕贪啦，那无好处。无为现在这种的问题会袂当解决。你讲电下电台，你等选举再来扫荡，你敢袂当出一个手，甲你歼灭掉？绝对有办法啦、啊！我们现在把它歼灭掉。啊，你断人生路哦！我跟你讲了，你要断他的生路哦。与其断他的生路，你不断他的生路，就断你自己的生路啦。啊，你又继续去买啊，都百姓百官唔是？百姓百官啊，过来病院，过来看病。啊，唔是一直加，这个循环一直加，对不？你想看嘛？咱聪明有智慧的台湾人，你想看嘛？咱是毋拢去用骗安尼，去用安尼，被人家玩弄着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被玩弄，被这个体制玩弄？你想一下，为什么人家以色列、日本可以把他们国家治理那么好？啊，为什么这个流氓政府袂当？伊都不爱插恁台湾人嘛？伊都有钱，但我摕就好啊。他们讲。吼、哦，啊！你讲健保制度啦，你的药费支出吼、哦，健保制度之后25%，我感觉真不济啦。吼、哦，啊！这药价一个差是药差是讲是药商吼、哦，啊，甲迄个健保即、這个便宜赚偌济，啊，是一分5块哦。譬如讲10块来讲，一分5块，药商分5块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便宜分5块，啊，是讲药商赚较济，你这先给我赚，啊，我迄互你赚较济。我跟你讲啦，这到底合不合乎道理吼？哦有没有公平正义啦？他们讲啦，那么是爱有穷诶药商哦、喔，趁钱啦。啊，但是吼、喔，咱袂使收过分。迄、那个药啊，就无许计小，你就要甲从关关。啊，有人药啊，遮优秀的，你就一定要甲砍掉。优秀的是啥物？就是那个少用药、罕见药啊。啊，你付袂钱来，无当好予伊就无用这个药啊。啊，继续他妈让伊这个医疗体制，去浪费迄个医疗体制。这个主管，那你不如讲，给一个好药啊，好啊，甲治疗，对不？那倒当我搁会讲吼，搁内面有遮多一挂有诶无诶啦。
人日本吼，甲允许、允准2至6%尔，啊，咱台湾你看，15%啊，搁来愈悬了。不管是迄个医疗中心也好，区域医院也好，还是讲地区的诊所的，拢是安尼呢。啊，哪会安尼？啊，但对咱都无咧管呢。啊，明明知影人的体制是安那做，别人安那做，啊，你为虾米台湾袂照做？啊，搁愈来愈拉锯。即、这个药价黑洞愈来愈严重，啊！这是如何是好？无头人的人来管这吗？正经，因个高层拢无人有即个智慧来解决吗？我无相信啊！我是内面利益一环环相扣，吼、哦！啊呐，2000块钱，伊要解决咯，但是提解决人即奇怪，吼、哦！啊，一直砍药价，砍到人袂当生存，即嘛是过而不及嘛。吼、哦，而且超过啊！结果2011年10月，一寡对咱外厂的这个厂商哦，要退出台湾的迄个市场嘞。咱台湾要无药啊，你知无？哇！啊，过来出一个迄个2013年，讲你袂再超过这个有药费支出的机制，甲你讲定定安尼，你超过就甲你砍掉。安尼这有啥问题？我甲大家讲啊。本来我是会使用 A 药，我甲治疗好，但是因为你药价超乎。我刚才讲的超乎迄支出目标嘛，啊，就给你砍掉，你 A 药不能用了。明明 A 药我都在治疗我好，啊，你不要我用伊 A 药，你给他创一个 B 药、C 药，迄个六个、十个有诶，无？吼，迷索药啊，人讲较歹听诶。啊，我嘛是继续过来病院看，我看无好啊，我没有看好啊，我是搁继续来浪费这个资源。啊，这个大洞谁要补？啊，这就变成中一个。因果循环啊，啊问题一挂堆，啊要安怎来解决？啊，咱要安怎解决？医测会哦，伊医改会有讲啦，你上好把这个药诶做知识作价，伊到底价值偌侪，都价值偌侪，伊该赚偌侪配爬升数，你著赚偌侪爬升数。不应该迄药啊，你著无需要互伊遐管着，啊应该你著互伊赚。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吼。好，过来，我甲怎讲啊？这个药啊，刚好有。流通迄个体制较健全的，莫讲把持在少数人身上吼，把持在少数的一个集团里面呐，吼，啊，即个医护人员吼，因为基本的一个薪资要满足他们，啊，乃讲小计散起来人想要讲啊，我要来污一下，我要来爱探孔明秀一下，你合理的薪资嘛，啊，上好是咩啊政治力啦，因为政治人物拢要想要讲看有啥物通好抽的啦，上好莫有政治袂使去介入啦，对不？按、啊、伦理教育一定的，我甲大家讲哦 ，proper 袂使去拜会医生嘛。啊，咱台湾变啥？大家知无？变只腐烂嘞！我阁会使请迄个医生去食饭嘞。啊，卖阁讲啊，阁讲我可能叫人掠去钱嘛，唔好啦吼。我是讲吼，咱做代志、做医生、做啥物医护人员，咱啊对着咱个对得起我们的良心，迄、那个伦理教育为细汉开始都爱根植啊。所以教育可以救台湾，为什么他们是在洗脑我们的台湾，不是在害我们台湾？为什么因要安尼做？你根本无咧注重恁大部分的利益啊，大部分台湾人的利益嘛，因注重因中国人的利益嘛。啊，想想吼，咱台湾哦是真委屈的呀。吼啊，即卖加在咱有这个台湾民政府，啊，无咱是要过委屈活几年，外口阁有人要打击人的，啊，咱家己内部嘛无团结的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你来遮一天，你已经入来啊，你就好好甲你即马身上的资源，即、這个新台湾论也好，啊，咱官网内面遮侪文章遮好个，我拜托恁好好甲家己投资，家己拢袂了钱。既然你入来，你就够用功。咱下摆有一个头路，咱去接，咱嘛爱用功。你等头路，啊，结果你无啥，互人看破，你就。没有两把刷子嘛，啊，人家轻而易举就把你 get out 了，哦，这大家要想清楚，不是讲我今麦来这个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安尼都刷去啊，你过来去耕耘自己，我等一下还会讲吼，啊，过来讲这个要讨论的是讲迄个禁药跟伪药的问题吼，那来看迄药啊吼，它的原厂原来的药，它的外观是长什么样子，然后。伪药是有啥物条码，爱使辨识，即大家拢爱知吼。即个 Privacy 是较好个保，迄个通贿咯药啊，嘛有人咧封魔，
啊，即威尔刚嘛，威尔刚哦，威尔刚一定有人要封魔的啦。威尔刚现在知，大家知影无？不要讲，知影嘛？男人的圣品了，人爱是针对吼，真的是那他的性功能不好的病人呐。啊，那你也讲健康的人哦，没讲我要摕这送我朋友啦吼，你有需要的啦，啊嘛有人咧封魔啊，啊，诺马斯克嘛是真有名的，要第一名的哦，迄、那个华创第一名的，诺马斯克。现在变几名我不知道，但是前应该半年前还第一名，新药在我们台湾上市，他用的那个比例是第一。哦，还有 Stenos 嘛，他也是去用封魔，因为这么好用的。哦，啊，人在封啦，咱台湾人哪有这种歹的心嘛，去共封人的药啊？哦，我感觉真奇怪啊！啊，为什么心内歹到讲，连那食品嘛是该从什么收水油？我不了解为什么台湾人变得这么坏哦。啊、到底是人啥人会变歹？大家去思考的。啊，你看内面佫掺一挂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马多磷酸吼，啊，就是迄西药掺，中药嘛掺西药啦。啊，乌白掺啦，啊嘛有可能内面有毒啊，不然迄个药啊内面都马多磷酸，吼、哦，啊都，咱到现阮大家食了后变安尼。啊，咱也未食到的对哇，家在咱未食到，啊，咱嘛，互人知影讲，即个有即个资料，啊，侪人食到，咱真要爱搁较认真，欢迎不行，吼，啊，咱爱搁爱觉醒啊，吼，啊，这重要的啊，大家讲迄、那个基本上迄个知识，吼，啊，嘛有人讲，这禁药啊，摕去饲迄个养殖场啊，啊，饲的咱过来甲食落去，吼，哎呦，你看即个绿霉素嘞，抗生素，啊伊。饲即个水产，啊，食食的煞变咱的骨髓有问题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拢爱注意吼、哦。我是感觉啦，工业用的就是工业用，啊，爱什么用的就医疗用的医疗用，莫搁混在一起。啊，中药就是中药，西药就是西药，你甲混在一起，啊，混在一起就是多一点交互作用嘛，啊，毒性嘛，啊，到底为什么台湾人为要趁钱？啊，拢用中国人迄款的，安尼敢对？过来讲，啊，这个啦，这个是老师啊，这個、绝命毒师吼，这一个美国人较有名的迄个戏剧啦。这个老师本来就老师做好好，啊，就去共卖毒，制毒卖毒，啊，变成大魔头。啊，就因为啥？伊有困境，伊中了感情，啊，佫有一个沉重的囡仔，吼，啊，佫因某佫有心。因某嘛无做事，啊，要安怎？看因学生在制毒，伊也咧甲人制毒。啊，中间当然有经过挣扎啦，经过一些伊迄良善的个性变成狠劲，他那种的犹豫啦。我著甲大家讲，你到底你迄个需求，你的困难伫倒？你敢袂去甲克服？你因为你袂当去甲克服，你又去走去歪去。啊，你明明你毋是行这条路的，结果你硬要行这条路，好嘛？你行出来啊！你就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。你是不是要去遵守自己吼、喔？要迄个危要做歹的迄个危险性，去自己吼、喔、救回来。好，有人要叫你讲哦，咱来去贪污。哎、欸，这安尼五六百万、一千外万，啊，你要去无？哎、欸，真好赚的呢！我一个月赚五万块，我要加500万，我要赚偌久？啊，你是不知影讲？你明明知影讲贪污不好，但是。你有没有想说，这个共犯结构要你去做这件事情，啊，你是不是应该自己扛回来，还是带他去走？所以咱现在社会这个共犯结构来讲，都是带人去走啦。他贪污，我贪污，好像贪污理所当然。不是哦，你要自己把自己那种危险的点，那个困境，把自己抓回来，不然哦，你要承担你做的那些事情的后果。你别说哦，你别说，我别说，大家都我无讲，我都无做，无。遐是你即马无人知，阿摆无讲，代表你就安全。你一定有人甲你吐出来。吼、哦，即马是要讲迄毒品嘛吼、哦。主要咱即马，现在遮侪人用做安非他命嘞，迄、那个冰毒嘛。安非他命即马就是掠拢咧掠济啦。到底安非他命是啥？安非他命哦，伊是一个迄、那个咱中枢神经内边兴奋剂。哦、你吃下去很兴奋的、啊、其实这个药、啊、本身是在做什么？那个注意力不集中还是过动症的小孩、哦、以前他的那个就是太兴奋了嘛、啊、他神经
要让伊因为安尼传道得较无顺，让伊较兴奋一下，吼，让伊注意力较集中，吼，注意力集中，你又不会讲小朋友过动，遐要摸遐摸遐动来动去，啊，人迄是有好是安尼，结果伊家去制毒，制毒大家拢在兴奋的幻觉当中，啊，感觉安尼食这毒才好诶，可以忘记我现实的痛苦，啊，寻求这个毒的这种满足啦，吼，啊，大家了解吼，啊，人这安尼他们是第二级哦。现在这个流亡政府定的法律以后我们还要再严格一点，因为现在吃毒的人很凶的啦，还制毒吃毒还害人去怎样，你看这都毒品，这有的是说你把用对的地方，譬如说这个打针胖，这个是那个爱睡觉，你适当的那个适当的那个剂量是对人人体有，但是要医师处方，他这是三级管制药，要医生处方，啊你自己去下骹去共制作哦，分了大家吃，吼、哦、啊，像这嘛有 FN2 的，吼、哦，我来找一个，哦，这 FN2， 嘛去共制作啊，害人迄个强奸药丸啊，啊是毋是？你不合乎政府规定的嘛？啊，你私底下去做这禁药啊，你就是咧害别人嘛？啊，你那心叫想要去害别人，这是毋是国较严格的迄个法律来去给你制裁？吼、哦，这药啊，吼，这正常当中，这药啊，拢会使有治疗作用。啊，你基本上你去甲从下在房间咧食，嘛当然嘛无合理的你的法律对不？你看做啊这水着，你看这个是糖啊，这是要甲减落去哦。哦，然后不要你一个哇，这糖啊吃一个哇，安尼吃落毒啊，你着掉呀。我恁家庭的迄个破裂就为这开始，人生就扣到了为这开始。吼、哦，你看哦，这组第一集的都爱死刑无期徒刑，我感觉这够受轻啦。唔是讲我只信讲啊，你判死刑啊，安怎赞成死刑啦？但是正经啦，有台湾人学甲迄套的吼，即判的人即判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有较好的法律吼，伫咧乱世用重点哦，基本上我还是可以接受啦。哦，因为台湾吼，伫要70年学即判的物件啦，中国人迄套才出来判的。啊，咱要保护好人，咱讲请了用这个重点。啊，我无赞成以暴制暴啦，但是对迄个非礼的人吼，这种不得已方法嘛，先提出来用，我也是感觉安尼啦。吼，啊，乐界嘛，大家有想讲，迄阵日本在统治咱的时阵，台湾人拢在食鸦片，你知无？啊，因是安那来治理咱台湾，让咱台湾脱离迄个鸦片。这痛苦当中，第二节的迄个后藤新平，伊就讲渐进政策，我这样跟你慢慢啊讲，感觉你无去。但是有一派讲，啊，你赶快来买鸦片啊，买鸦片啊。虽然讲你要安尼降落来，但是你会使卖予伊食，啊，用各另外方法，吼，啊来治疗我这个鸦片所产生的迄戒断现象的痛苦无？咱杜聪明先生，伊是一个医生，伊就发明一个方法，吼，咱。完全拢卖食鸦片啊！咱有较好的方法来治疗这个戒断现在的痛苦。啊，迄阵拄开始是渐进政策，后来就加了迄个杜聪明先生的方法，慢慢让这个脱离这种。迄阵给人看拢，咱是叫日本殖民，早期是安尼啦。啊，刚看咱台湾无好，唔是。那是要有啥物调理的方法来治疗？讲迄阵你鸦片的痛苦，因为食鸦片，你看。大清帝国统治咱台湾200多年，拢在食鸦片。你是要安尼把迄个鸦片这种毒，要安尼在一夕之间给斩掉？啊，就因为想讲是渐进政策，吼，把紧咱配合咱台湾人有迄智慧、医学方面的技术，啊，来把这个毒戒起来，吼。哦，迄阵咱台湾在16世纪就是在弄在卖鸦片嘛，啊，因为日本。迄阵日本有人甲人照顾，伊才有这个政策出来。啊，那伊也无甲你照顾，继续互你吸啊，伊会使阁一直谈对无？去用鸦，继续卖鸦片来骗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伊唔是安尼做，伊嘛是尊重人迄杜聪明先生的方法咯。吼，对，大家知影。啊，这个电影看世界，这个要讲是讲神药啊。咱差不多过10分过来休困一下。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：原厂药好还是台厂药好？有人敢会使甲我讲，你感觉原厂好还是台厂好？啊，大家中午即个迷思，
啊，我这个有事要想要讲啥？我想要了解讲，恁正经，恁对这个概念是啥？敢有人知影？啊？那么讲给大家听吼，因为这个药的开发无遐容易，吼。你看哦，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哇，爱几年，爱志愿者，爱偌济哦。这个新药的开发无真正无遐简单着。啊，是毋是开发出来，是毋是有专利期？伊基本上差不多拢二十年啦。安那设定我毋知影，但是有到二十年，就是近二十年可以赚。啊，赚了伊就要试出这个利益，让每个药厂、每个国家都拥有，袂使讲你独占市场嘛。啊，我都没讲。啊，你原厂出品的嘛，这个成分叫做学名药，就是迄个成分。啊，试出来的都有它每个药厂、每个国家的迄个商品嘛，就是商品名嘛，而且成分名都是原厂应该就是讲成分名就是刚开发的那一个药厂。我那讲是去学名药。啊，若讲其他的，就是我甲你讲的，是迄个商品，就是商品名治疗，就是说制造下的迄个药厂。啊，这个原厂药制作的这个药啊，刚挖这个商品那么多国家，迄两药啊做比较，啊那比较身体相等性，就 A 药嘛，我讲 A 药是原厂好了 ，B 药是被另外被个开发出来的同成分那个药来做比较。啊，相等有相等无？那么是爱有其他迄个关，迄个台厂也好啦，或是其他国家以因为专利权释放出来，那些国家的药厂他们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别再弄个独占啊，霸占市场啊！你把它释放出来，让他们每个国家药厂有那个能力去制造，它一样同样生物相等性之下的那个疗效，所以奥一个制定一个迄、那个。身体可用率跟身体相等性，迄个制度出来，我两个药啊做比较，比较哎，这完全跟我这台湾这个药厂做诶，两个做比较之下有120%到80%这个效果之内，这就 OK 了，我们就可以信任它，它有这个疗效。我意思讲，原厂药大家也讲啊，原来的最棒的，但是我来讲，这边啊鼓励咱台厂、咱台湾毛这个智慧去开发更好的药啊。咱嘛爱有台湾这个药厂机会对无？咱就讲卖有迷失啦，要做伊吼测量过来相等性是差不多的，咱嘛是爱甲鼓励，对无吼？我甲拄仔讲啊，这拢是爱迄、那个药物研发拢一定要有停多啦。啊，第四期就是讲我上市了后，我发现讲，这个药啊，讲副作用遮厉害，我是毋是爱紧紧甲通报，袂使隐秘对无？啊！就最近遮侪人因为食即个物件毒，咱就先下架，袂使阁继续食落去啊。吼，咱安心公司，我咱即马先休困一下，吼。啊，我阁继续倒咱第二堂，我再继续讲。我们先休息一下十分钟，吼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好，休息十分钟。中午有拍识别证的已经做好了，可以来我桌子后，我后面的桌子这边领。中午有拍识别证的。